害了吧！挖雪，教练，教练。你现在收看的是《新北放街头充电日记》，我是你今天的主持人达文清的主唱 Q 马万。运气真好，今天为各位带来的主题呢是滑板。讲到滑板，我个人也是非常有渊源的，我甚至还创造了一个滑板的 IG， 大家可以去看追踪一下，可以来一些厉害的影片。太扯了。但是文坚呢，不是讲我们一般我在玩的这种特技板，是玩一个叫长板，比这个板更长的东西。长板最近也是很流行，很多时下的时髦都会年轻男女都有去玩。我个人跟长板也是有一些渊源，就是我在大，所以长板我也是有一点概念的。所以呢，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了专业的长板教练，看一下长板跟街头文化到底有什么关联呢？Let's go， 我们来欢迎今天的长板教练，来自六角团队的阿沈教练。哎，教练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那想问教练，是接触长板多久？长板的话，我玩了大概5-6年。我以前也是有玩滑板，教练也是都会的。为什么你那时候会从特技板转回长板？因为长板比较好赚嘛。不是啦，我觉得我想要什么都玩，滑板、长板、冲浪滑板，什么板我都玩。哦、我也玩过滑雪、冲浪。那你在玩长板的时候，你有发生什么趣事吗？不是朋友玩到趣事。比如说像今天碰到你，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。趣事了吗？没有。那玩长板有为你的人生带来什么不一样的改变吗？我会对于一件事情很认真的去钻研，会很专心的做一同一件事。老师，那你的团队叫做六角滑板教学的一个团队，是它是什么样的团队？我们其实就是3个人大家一起玩板，然后互相认识，组织起来的一个团队了。那三个人谁最强？但我啊。没有啦，没有啦。那学长板的是不是女生比较多？比例是这样子，应该算是7-3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要说，男生玩长板不是娘，男生玩长板也其实也很帅。那玩长板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？长板和滑板都一样是极限运动，那初学者来接触这个东西，难免会磕磕碰碰啊、摔啊，所以有教学的教练在指导下的情况会比较安全。那长板跟街头文化有什么关联？长板的话，其实它的渊源会追溯到以前可能冲浪比较多，那滑板的话是真的比较街头啦，特技滑板。对对对对，可能从早期 old school， 可能从地板招开始，慢慢的演变成玩一些道具啊。那长板的话是因为结合冲浪走的5步的动作 old school 的冲浪长板。对对对对对，可以去运用一些比如说像冲浪的走板动作去做的比较完整一点。所以今天就是用这个长板来带大家认识街头文化。那我们接下来的话要我这边有一个任务要给你们。好，我要请欧森教练呢来教我们主持人去玩玩一些长板技巧，但是呢要在30分钟内学会。30分钟哦，我想学，你放心，我 AKA 进步天才，真的真的。好，如果就是太简单怎么办？太简单了，学太快啊，3分钟就学会。不要臭屁，等下就知道了。不要臭屁，那我们就来学新招，学起来。这个动作叫 Corbin 练得好，走板就是教练。Corbin 练得好，走板没烦恼吗？对， Corbin 我刚刚看起来还不错，那我们直接来走板好不好？来走一个简单一点的，还是你要难一点点？走一个荒腔走板路线好了。并没有，那你4-6挑一个。4-6，两个字放在一起。我选六。我选六好不好？那我们六的动作它叫180 step。180 step。183 club。我183。我也差不多。不要瞎掰好吗？哎，是吧？好了好了，别看我看我。我知道了。哎，走走。对，三。对，四、三、五，往前，往后，对。
个收放自如的，一直都是。就是太简单怎么办？学太快啊！我 AK 进步天才，真的真的。不要臭屁！长板刚入门嘛，看我刚才这样玩得很帅，买一块长板玩，那多少钱？长板其实最基础8000-9000，特技板贵哦。废话，这么大张用料那么多。对呀。我觉得现在看影片，很多人可能都是没玩过，想尝试。啊，其实看我这样不准，因为我是进步天才。让我们找一个不会滑板的，让教练就是跟他说，一开始站上去会遇到什么问题。那我们现在的外景呢，想要找一个不会滑板的人，可能镜头前有的人会想要学滑板，他看我就觉得有这么简单吗？那我们就请金刚试试看，请教练可以教他。之前有练习过什么类似的横向运动吗？家里其实有一块技术板，大概我也很久没有滑了。OK， 那我就重新全部教，重教好了。好。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滑板有限制，就比如说年龄限制、身材限制，或是一些觉得我不是运动的料。其实大家看这个画面，你们就会知道说人人都可以玩滑板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感谢。加！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。哇塞 ，OK， 很好，很好，不要太屌，不要太屌，别压，别压，速度拿出来。超级没平衡感，这样可以了。好，速度很慢，我跟你速度。滑板没有那么难，敢不敢？明明就很难，明明就超难。我先继续练。OK， 你摆在这里啊。嗨。这么久，很强的意思就对了。你刚刚怎么样？我觉得长板玩起来真的很有跳舞的感觉，然后就真的可以尽情的去展现自己身体的姿态，很 flow， 对，蛮好玩，我其实会喜欢。好啊，那既然那你们给大家都呈现一下今天练习的结果。当然要，可以吧？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很多观众一定觉得说，怎么可能进步天才？不可能。你刚刚的动作，我有教你三个，第一个是六步的嘛，180 step， 然后再串一个你以前练习过的勾档，对，勾档，然后最后 ending 是什么 ？Pivot 180，好 ，OK， 来 ，Let's go。我靠！你刚刚真的超屌的，真的、就一次就成功了，超不赢。但是我觉得你今天花半个小时能完成，今天我教你的这些，那半年真的怎么办？对啊，真的是 A K A 什么东西？进步天才，进步天才。那最后很感谢教练今天这样来带大家体验，长板的东西，也是带我体验，带观众体验，带金刚体验。感谢长板是什么？所以呢，希望大家在这一集有更认识到街头文化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新北放街头充电日记长板体验。我是你的主持人达文清的主唱朱毛万，我们下次见，运气真好，拜。